怎么样？按拱叫，吃的满意吗？太满意了。嗯，那只是还有一点不过瘾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回家吃饭。如果要回家吃饭的话，那我要去买点东西，因为我妈说不能两手空空到别人家去，我去买点礼盒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还有饼干。哎，对，怎么了？你在慌什么？你干嘛？不是，既然要到别人家里去吃饭，一定要不能两手空空，要带点伴手礼去嘛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你第一次见我父母，是不是穿这样也不得体 啊, 对对对对啊？神经病，谁要带你去我家吃饭啊？不是，我是想去见你父母。你已经见过我父母了，而且我也没有带你回我家吃饭，我家里不在新店。我是说接下来这间店哈，不管是店里面的那个感觉啊、氛围，或者是它的美食，都会让你像回到家一样那么舒服，那么的棒。不是说去见你父母，不是不是，抱歉，我连八字都带好了、欸。八字都带好了，留一下八字。不是，大家好兄弟，而且这我早就觉得你怪怪的，你不要跟过来哦。我只是想合八字，看我们适不适合做搭档嘛。八字不合没关系，跟好吃的东西合就对了。这间位在新店白忍街的巷弄食堂，装潢很欧风，木质桌椅搭配天花板的干燥花，颇有网美打卡的文青氛围。到底这样的餐厅卖的是什么料理呢？两位暗工教好好介绍。哎，你突然讲个回家吃饭，我当然以为要去你家吃饭见你的父母啊。好嘛，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这里的这个氛围很舒服，很像回到家一样？而且你很像去南发妈妈家。南发吗？有一点南发。你看那个，哇塞，这些干燥花这样很漂亮。其实我之前来过啦，所以我一直很想念它的红烧肉。哎呦，光看它选肉，三分肥肉，七分瘦肉，中间还夹了一个这种骨头。想到谁？不是。干嘛？因为只是没我。我只是这样。我难过是这一点，是不是？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请你吃，你一起吃嘛。回家大家家人就是这样分享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你想去分享人家的饮料？想也没有到那么好啊。就是。来，他好像在。哎、欸，有啊，还是挤出一碗给我，是不是像家人一样？还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会挤出一碗给你，啊、对不对？销魂，销魂，销魂！哎，我先试一下我这个魂牵梦萦的那个红烧肉啊，翻译正确点啊。哦，很过瘾，很过瘾，它的那个瘦肉好 juicy， 然后好嫩哦。然后再加上那个肥肉，其实它差不多三成的那个肥肉，它的那个一点油，它的那些油脂这样整个在你嘴巴里面，好像整个哇塞起作用之后，赶快加一口油脂的饭，一碗饭，很快。哎呀，哦，这就是在家吃饭最舒服的地方。真的真的太棒了，它控的时间一定很久，你看这颜色就知道。嗯，它把肉都已经所有的卤汁。他炖的卤汁都已经控进去了，然后呢，因为这样子长时间的控煮之后，你一定要有肥的部分在旁边，你一定要那么大口，他不能这样吃，他要用爬的。对了对了，没错，他的那个卤汁啊，就像我们就是家里面有时候不是卤那个卤肉，就是用一包那种卤包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跟你保证，他有加冰糖在里面。啊，一定加了冰糖之后，他那个甜味，他就会很自然。然后就那个散发出那种一点点甜，然后刚好可以把那个肥肉的油脂啊，还有那个瘦肉的那个，它是一个催化剂，对，它催化剂之后，它甚至把肉的甜味都逼出来。哎呦喂呀，真是在外打拼的游子，心底深处总是有道属于家的温暖料理。这道妈妈味红烧肉饭就是这样的存在，卤到入味的黑毛猪肉，肥香四溢，搭配店家自制的高丽菜干更有滋味，抱着碗公就像在家里客厅吃饭一样。简单就是幸福啊！这是什么？腊肉酱面。腊肉酱面，每一个奶奶家里都会有一些自己独门的，对，独门的，比如说一些肉酱啊、肉燥啊，或者是什么什么酱、什么酱、什么酱。如果说，比如说小朋友、孙子一回来一喊饿，他马上下一把面条，然后那个酱一淋上去，马上就可以吃。我真的太喜欢吃面了。哦，我记得你辣的接受度还好，因为我看他菜单上这个辣是四颗还五颗辣椒。你说对了。
很辣吗？它的辣有点害怕哎、欸，它的辣大概是外面麻辣锅的中辣，中辣，所以不平常不是那么能吃辣的人不要随便尝试哦。我应该比你能吃一点，但是你爱吃辣的人你会很爱死。愛，但我吃了没有咳嗽，哦，不会说咳嗽，不会呛到。你这样给我很大压力耶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。不会不舒服，不会不舒服，不会说让你辣到喉咙，不舒服。它辣你舌头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是男人就用吸的，用吸的，对，要用吸的，大口的吸那个面，吸，这样吸，对，对，太辣。我个人很喜欢吃辣，可辣到一个程度，程度我就会一直打嗝。你是真的假的？是真的真的。它的面条其实是很 Q 度是很够的，但是上面淋满那个肉燥之后，你一定要拌，拌开之后你就会闻到那个很有点香气，有一点点对辣气扑鼻的感觉，真的很过瘾，真的。只是真的要小心了、啊，真的要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就会呛到。麻辣锅大概真的你可以吃到中辣的程度，你再来吃。好不好？但是，欸、如果你真的，我刚刚说了，你喜欢吃，你就好好吃空肉饭就好了。但是很香啊，它的辣椒很好吃啊，很好吃，辣椒酱好香哦，我很喜欢，太棒，太棒。不敢吃辣就不要互相伤害好吗？老板娘的外婆独门肉酱面可是有5根辣椒的辣度哦，充满蒜末和辣椒香气的肉酱，伴着 Q 弹的家常宽面条一起吃，相当的过瘾。但如果你只想感受一点点微辣的刺激，可以选玛利亚秘制红咖喱鸡饭。泰式红咖喱鸡的浓郁酱汁带点微辣，很容易就让人扒完一整碗饭。回家吃这么好又吃这么饱，有妈的孩子果然像个宝。下一波暗宫叫美食要带大家吃点甜的，天然甘蔗冰搭配绵密大甲芋泥，吃了让你透心凉。还有阿姨的臭豆腐，外酥内嫩又多汁，再来碗热热的红豆汤圆，包你回味无穷。更多好吃尽在星期网食，别转台嘿。